第二回合参赛者有艾诚、SD5 以及韦如云。没有，不知道如何自处，自己噎了一下。噎了一下，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来讲，不是在你的生命规划里。不会，如果一旦入围之后，我就马上把它规划进我的人生。不是，是得奖以后，就是这就是我的目标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这个人也非常善变，跟你这个外表冷酷实在是不太能成正比啊。对，人总是有时候要。跟世界接轨嘛，对嘛，对不对？能接轨就接轨。你讲的好像我没有跟世界接过轨，你以前都没有接过轨啊，对对。好了，今天哇，哦，都是偶像路线的，人家乍看之下，我们的 Super Junior M 已经来了，不要讲比较好接。好 ，OK 了，可以讲话了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所以既然来了，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陈珊妮的。得奖作品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厉害了！你是2009年得的奖，对，这首歌就是他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。陈珊妮2008年的作品，哇，内地来的朋友紧张了。如果有一件事是重要的，不会，他们接不下来。我对他有信心，因为你们两个有合作过。其实那一年我开演唱会的时候，他有来当我的嘉宾。对，我有去。而且有，所以他不会唱这个歌会被锤死。该死！那后面的三位呢？哇，有他们内地来很辛苦。我们也会唱，你们也会唱啊？我们也要唱一下。也要唱。我们是 SD5 嘛？他说我们是 SD5， 对，五张记忆卡的意思啊。SD5。五张记忆卡，这样很不错啊！你从谷底反弹了。他们是新的男子团体。谁在讲话？我。你是？我是蜜桃。你乱穿衣服啊！不礼貌。不是这样的。他怎么可以这样穿？因为我这次有跟他们合作，所以有不同的打扮。小朋友会伤心。蜜桃也有成熟时，他转型了。就是。这就多了。多了是。你喜欢看那部电影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让内地的年轻朋友也来听听看，唱唱看这首歌曲。想清楚，修比杜华，小女生的感觉，哎，和声，你看很厉害哦，对，想和声哦，嗯，不错不错，可是没和到，花一点时间找 key， 要找 key， 有听到，有听到，不好意思讲，
这时候我来讲就好了。谢谢谢谢。可是你等一下要坐在那边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扮演一下这个评审老师。嗯，而且有些人听不懂。嗯，就像接下来这位。他第一名哎，没有，他一直说他是偶像，跟他说他不是，他不懂。没有，我参加的节目是偶像，对对对。我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位《新兵日记》的林道远。哎，不是林道远，我不是林道远，钱总，他不是林道远吗？我是艾辰，你不，他是那个钱仲君呐。哦，对嘛，我不是啦。钱仲，不是林道远，我是艾辰。我不相信艾辰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从猴子变猪八戒。喂，孙悟空变猪八戒，哪有那么多？没有那么多，有没有啊？我只是想说，你问大家有没有？有吗？有那么多吗？连拿你的板子的都在点头，连拿你的板子都点的不像话，你们都嫌你胖。你会让我好伤心。是，去年我好像艾辰还有很多板子，今年还只有三个而已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这三个都不见了。喂，要唱一下电便当了。我一年没来，你让我唱一下这首歌，其实要比较有深度的唱法。哎，来唱吧，唱吧。谁都有一辈子，好好想清楚。耶！好油哦！这个是我模仿你，哈林哥，有像吗？你觉得有像吗？不要讲话，安静。OK， 这样就好接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已经知道哪一位就是魏如萦进入奖金挑战赛。耶！最近有什么计划吗？最近就是也在弄新的专辑，现在已经在制作，所以大概是10月、11月就要发片了。嗯，还是走以前这个比较不跟世界接轨的路线，这样。还是要三弟老师，你睡，接上了，我接上了。哦，有接上了，不要再提到我，不是每个人都接得上啊。我接上很久了，哈，继续。哎，你这个造型很有明星脸，我等一下跟你讨论一下。你林道远，你笑什么啊你？希望走什么路线？你以前比较音乐比较感觉酷一点哈。对，可是这一张比较多元，然后有很有趣的歌，但摇滚还是会有。摇滚是你对，而且我要尝试唱台语歌。我有，哇塞！现在在呛海军人，是啊，我们这有台语歌一姐。哦，你好。这有什么？他也在尝试唱摇滚呢。哦，真的，加油！大家乱了套了，怎么考的？不要太激动，会做什么，想做什么，好好考虑过再出发，请看。那好，先唱有把握的。行动有把握。王菲。哦，你想要他选什么，你就讲另外一个。对，王菲。王菲的三首，哇塞，送分题。这个三个，他是说都很红。这三首不是情爱的作品吗？是这样的吗？不，人间打错了跟玄牧。那就选玄牧好了。王菲2003年作品《玄牧》。绚烂的灯光，我是匹旋转木马，身在这天堂，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。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，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，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。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。耶！我还可以继续唱下去。继续唱啊！
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也只能好忘记了啦。这个怪怪的，好怪。你快要跟马氏兄弟看齐了，我告诉你，进阶版的进阶版。来，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答案确定，他都好有把握。正确答案，请揭晓。会这么简单吗？哇哦！然后我们要继续往前进，台语啦，好，台语吧，跳起来。因为我这张有台语歌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唱台语歌，先把它唱掉。来，请看。哎呀，哇！鼓声若响。陈升、辛宝乐、康乐队、舞女、陈小云，这三首我们都熟。爱情恰恰，好好跳。小云，小云呢？小云呢？舞女，天哪！那舞女，你这是在练恰恰？对啊，等一下怎么？你这完全不恰恰，你知道吗？舞女，陈小云1985年作品《舞女》。打扮就要。左边右边啊，耶，请注意啦。老丢巴塞，也是给他送歪歪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也不赖。你以为这是内地的产品啊？爽歪歪。来，后面是什么？也是。假着。假着。笑可可。笑可可。笑可可啊！笑呵呵啦。那得病了，白日咳。今天班长不在，你很活跃。而且你刚刚那个舞姿，一看就知道你常常去华侨大舞厅鬼混。我爸爸在那边当乐师哎，真的？你还真的小时候在那边长大的吗？真的，我爸爸在那边当萨克斯风的乐师哎。那叫你去不是叫你去跳舞啊？啊，有时候也要下海啊。下海？没有，有舞女还有舞孩的舞童啊，有这种东西吗？对对，我12点之前回家就好了。你南瓜啊？谁跟你讨论这个事？请看他的答案。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。有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这两位黄昏舞者。太阳下山了。那个，我个人劝你，专辑里不一定要收台语歌。来，接下来。那我选山妮老师，不一定是他自己唱的哦。对对对对对啊，写给别人的歌，写给别人那更多了，有我的吗？那有很多。好，那我选山妮老师。结果没有，结果没有，不要怪我，请看。哎，真的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害人家。这三首歌您熟悉吗？我熟悉。歌词熟悉吗？不熟悉。
熟悉是整体的，你还分段落讲，多少就忘记一点点。我很方，相爱的运气，江美琪悄悄话，杨乃文应该，我唯一会的就是应该，那就不用讨论了嘛。杨乃文，2001年的作品，应该，都对吗？不对，应该是练习背叛，比想象中的简单。你对我的依赖，竟变成最严厉的负担，怎么办？应该是记忆推翻，遗忘种种的不安。重新设定，再重来，重来。应该爱着你，紧紧握你的手，应该抱着你，从此不。应该，哇，哎，所有一切都随着音乐暂时中断了啊！是，没有答案，没有音乐，呈现一片恐怖的寂静。有答案吗？一个字都没有。哦，有，前两个字是应该。你以为歌名叫应该？前两个字真的是应该。好，送他前两个字，应该。哦，还是活该。我会啊，不会啊，你会，哎，其实刚刚他说歌词他不熟，也不能怪他，因为词不是他写的，对不对？是啦，我帮你铺台阶，你还不会这样，这是，哇，我都仁至义尽，他还自己猜自己台。三首歌的词都是你写的？对对对，这三首词曲都是我写的，写的好好。好，现在这个记得对不对？记得记得。我直接问你，前两个字是应该吗？是啊。再送你两个字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想不想看陈珊妮老师超级比一比？好，超级比一比，第三句四个字。亲亲亲亲亲吗？亲吻亲吻应该亲亲亲亲应该亲亲。哇，好清楚，轻轻哇，好厉害，好优雅，他好清楚嘛，对，一听中文惊慌之后，天啊，最近走甜心路线，哦，那不至于，那不至于，教主教主，你顶多是跟世界稍微接轨，不要把自己想得太甜心，好巧，我也走甜心路线，好，应该轻轻，嗯。没有了，魏如雨，你先想一下。那哈林哥，你看一下台下，爱成三个灯已经灭了一个。而且还自动关掉。不是，在犹豫。没有，那是爱成的光明灯。喂，不要乱讲。这边有三把火，那边有光明灯。哇，喂，哎，同学，嗯，我们正在帮你争取时间，我们讲到就这。我一直在想，哎，七魂六魄是被吓走了。你就告诉我，应该轻轻后面想不想得出来？想不出来，完全想不出来。求救，三选一，对吧？好，三选一，请看。哎，哎呦，我刚才有想到，这个轻轻啊，轻轻的啊。来，你的答案是 C。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魏如云今天可真是来势汹汹啊，接下来的两关制作单位也完全挡不住他，紧接着第六关魏如云继续挑战五月天的 Oh My God。 我不见了，我随时 OK， 就等你电话。只是这超难的歌词可就让他束手无策啦。好的，我们谢谢魏如云的精彩演出，欢迎下次再来挑战。